主料：低筋面粉400克，黄油260克，辅料：糖粉130克，细砂糖70克，鸡蛋2个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好材料，黄油温至软化，用打蛋器打上30秒，加入糖粉和细砂糖，打至顺滑，分3次加入蛋液，加入了低筋面粉，搅拌均匀，搅拌好，装入裱花袋，挤入烤盘，烤箱预热190度2分钟，再把烤盘放入烤箱190度15分钟左右，具体要看烤箱内部。出炉烹饪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